个防守端其实不是只有松山了，你后面还有很多比赛，要想办法赶快把自己的状况调整回来，要把默契找到。及压轴登场的是能人加商跟泰山高中的交手。这一次左边李宪比了一下，带进来两分球的距离，拉杆中的出手，把球给放进。曾木轩拉下这个进攻篮板。再回给刘承恩的三分球尝试，不对。今天的球队也还都是一年来一次而已，所以就要适应了。我有一次球柯顺凯给的票，哇，身体对抗，来硬的，但后续还是不进啊。转身转的漂亮，刘承恩，哇。哇，一年级就抱得到，可见黄龙教练对他是真的蛮重视的。哎呀，这个球没想到，其余赛继续啊！刘神眼呢？哦，但这个处理球，哇，快速送到前头，那还是要投三分球，哇，这对自己很有信心。哇，想要走啊！但是在高院这边收这种遗嘱的出来的球员，真的是很有一套。好，回到比赛的现场。哇又是一个超级很漂亮的 pass， 谁敢拼谁就能上场。哇，这球直接抢断，哇，发动快攻，等后面这下还得手，对，哇，你分出来。第四节的一开始，哦呦，这个球，叶旭升接到刘承恩传球。